来到恩宠快讯。下周六日的信息是由刘伟猫牧师带来的坐行战得胜的秘诀。人生将会有很多的征战，如何在每一次的征战当中能够得胜，秘诀就在于一言一行都要能够合神的心意。想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？那你一定不能错过哦，由刘伟猫牧师带来的坐行战得胜的秘诀。今年的案例典礼一样充满着感动，领袖们肩负起牧养的责任和耶稣的托付，再一次站在牧养的第一线上付出。让我们一起欣赏那天的回顾影片吧。欧美恩宠林良堂的意向是千人教会百间分堂，我们的策略是补充团队，装备圣徒，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，先建立旗舰教会，再复制百间福音中心。幸福大学上及幸福大学下，早鸟价在这周日就要截止喽！各位渴慕神的弟兄姐妹，要赶快上官网报名，并将费用拿给你的小组长哦。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门徒学校是让你最快进化的方式，让我们全面的了解如何成为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吧。程序的课程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福音，在帮助别人，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爱呢传达给你我们身边的人。时刻，你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同心来高举你生命。被掳的已经归回，身份已全然恢复，建造教会。荣耀在此刻，万口都要承认，你是唯一君王，你要震动
程，我觉得我的信心被扩张了，因为我原本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，那透过课程当中，我有许多的服饰，然后要起来，要眺望，要潮热气氛，那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好建造自己、锻炼自己、操练自己的时候，然后也感谢每一个牧者，原来我们每一次的上课，感谢牧者还有同工都做了很多的预备，然后也谢谢学员们每一次的精彩的分享，让我们可以透过每一个学员。他们不放弃每一次服侍的机会，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让我们亲身经历到神要带给我们的爱。我口要承认，你是唯一君王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跟左右两边的人说：手机静音才专心，我不聊天，认真听。准时崇拜好处多，喜乐平安在恩宠，恩宠快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